哦，我杀了我贼。2015年11月26日，21岁生日，老豆终于放假。不过，老豆佢带咗个细路翻嚟。呢啲系两兄弟，呢啲系永远改变唔到噶。唔好成日整埋呢啲无谓嘢去惹人注意啦。我坐住家家好攰噶，而家系算点啊？扮老豆，平时又唔见你咁理我。你都其实我净系想听到你讲一句，对唔住，系老豆伤害咗你。